佛经故事是布施法会。这个故事的内容呢是介绍了当时一个富翁举办的布施大会。当时呢很多富有人家都捐出很多的物件和金钱了，而一个很贫穷的富人呢就将两个铜钱捐出，但是佛陀呢一样赞美，认为多多益善，少少无拘，凡是真诚的布施，功德都是这么珍贵的。现在请各位收听。佛陀，你刚才所讲的布施道理我们都很受益，很想切实去做。佛陀，你说好不好呢？当然好啦，给孤独长者，你真是助言起行，好讲实际，唔怪得城内城外的人都赞你啦。佛陀，应该做的事就应该立刻做，无谓拖延啦嘛。我时时都觉得光阴似箭，希望喺我有生之日积聚多啲功德咁啫。咁咪好啱。唔知你想点样做呢？我想开个布施大会，供养啲僧众同埋啲贫穷嘅人，但系又未曾开过咁大嘅会，所以请佛陀你指导。哦，好啊。咁你想几多物质呢？哦，物质就冇所谓，我总之出钱办到啲物质够为止啦。咁法会有几大规模啊？佛陀，你话几大规模至好呢？哦，法会当然越大越好啦。不过亦都要顾虑到物质供养同埋交通问题嘅。我以为净系俾舍卫城本地嘅僧众、沙门同埋穷人就够啦。佛陀，你真系体贴入微啦！我给孤独总之尽我嘅能力，倾我嘅身家去做系咧，好到极啦。不过我想知道，净系你一个人出晒钱去布施啊？抑或是集合其他人的力量呢？佛陀，我个人的力量虽然不大，但是亦都很丰富啊！我不想骚扰人家，不如我自己做晒佢，好吗？你无谓一个人出晒钱呢？布施的作用有两个，一个是令有需要的人得到物质，另一个就是令人发布施心，发慈悲心。因为肯布施即是根源于慈悲心，有慈悲才肯去布施的。啊，咁啊，所以你最好俾啲机会大家发布施心，等佢哋能够有份做下慈善，咁你嘅功德仲大。系，佛陀，一月照你说话做，我准其他嘅人参加布施。好，给孤独长者，你快啲进行啦。来了，谁啊？是我啊，开门啦。你回来了。是啊，使什么闩门啊？还有东西被人偷咩？闩下好一点，不是说怕人家进来偷东西，有阵时啲细佬哥都会入嚟搞搞震噶嘛，咁又系嘅。阿叔啊，今日你唞咗一日，见点啊？唉，都系咁上下啦。瞓咗一日，精神好啲嘅。咳呢？点啊？吓？都咳少咗噶啦，好翻啲噶啦。系咧。你今日去边度做工啊？我今日喺 K
骑住吸孤独圆割草做咗一日啦。啊，好辛苦啦，唞下先啦，阿叔啊，我听见人话吸孤独长者会做一个布施大会噃。布施大会系咯？点样噶？听讲布施大会系供养僧众。同埋布施俾穷苦人家咁话喎。啊，咁好啊，咁我哋去攞返啲食物都好喎。老婆啊，做咩嘢唔出声啊？我有啲心事啊。有心事嚟讲囉，两夫妻又怕乜嘢讲呢？我哋时常都系攞人哋嘅布施，我哋自己又冇嘢布施俾人。哼，唉，离谱话法啦，你啊真系大上头啦。唉，我以为你讲乜喎，真系笑死我。笑死你？点解啊？唉，嗱，我哋正所谓啊，家无长物，四壁萧条，咪讲话俾野人啊，连自己衫都冇见噶嘛，仲讲话俾野人添啊！我系咁谂下啫。你谂埋我嗰份都得啦，我啊冇你咁好气。喂，阿叔啊，帮我谂下啦，吓？唉，有乜嘢好谂啊？唉，我哋真系福薄咯。布施法会有好多部门供养噶，但系我哋都冇办法布施少少物质出嚟。唉，福薄咯，真系福薄咯。系咧，咁布施法会有啲乜嘢俾人咁啊？我听闻话有飲食部、啊。飲食部就即係供养飲品、食物、茶果汁啊、饭送啊咁啦。仲有啲乜嘢啊？仲有衣服部啦。咁咪即係布啦、衫啦、裤啦，咁仲有冇嘢啊？仲有医药部呢？哦，即是药材啊、药丸啊咁啦。是咯。仲有啲乜嘢添呢？仲有杂物部啊。杂物啊。是咯。咩即是日常用品呢，听讲话乜嘢都有，连耕田用嘅锄头都有㗎喎、啊。哇，咁我真係好齐备喎、啊。俾啲穷人任攞唔嬲啊。吸孤独长者真是阔佬啦。咁又唔係佢出晒嘅。佛陀叫佢俾大家共同布施，俾大家发慈悲心布施心。哦，我而家明白啦。明白？你係想参加布施係咪？係喇，就係咁咋。啊，唔啱咁啊，老婆啊。点啊？我哋喺嗰日咧，就早啲入山，摘啲生果去法会，咁咪算系做咗布施咯。唉，我都系咁谂过啦。但系吸孤独长者嘅管家唔要生果噶。点解啊？又因为佢哋果园嘅生果多到极，话够晒咯。而且又方怕外间嗰啲生果唔靓啊嘛。咁啊？系咯。咁就冇办法咯。啊，法会仲有一个部门㗎。咁係布施乜嘢㗎？唉，做乜嘢唔出声啫？怕乜嘢讲呢？仲有一个係供养金银珠宝嘅部门。金银珠宝呢，就係由事主布施出嚟，然后就拎去卖到嘅钱呢，再去布施用㗎。真系越讲就越离谱，越讲咧我哋啊越冇苦。嗱，我哋系一贫如洗噶嘛，你望下间屋啊，乜嘢都冇嘅啊，边度有金银珠宝啊？我咁我哋
做咩嚟啊？你有黄金啊？你有珠宝咩？我哋有两个铜钱啊，你仲记唔记得啊？铜钱系咯。我记得啦。系唔系七老爷打赏俾我哋嗰两个啊？系咯，咪就系嗰两个铜钱咯。哎呀，老婆啊！嗰两个铜钱算得乜嘢啊？你话挤落人哋嗰啲金银珠宝里边啊，都唔知算系乜啊！阿叔，我希望你答应我，准我将呢两个铜钱送出去布施法会，作为我哋两夫妻嘅贡献啦，吓！我就冇所谓啊，但系人哋要唔要你嗰两个铜钱呢？唔值钱噶噃。两个烂钱仔最多都是换得几十粒花生吃下的。是我知道，但是这些都算是金属啊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仅仅是有这些已经是最大的布施供养的了。好啦好啦，你既然有心这样做，咁就照咁做啦。我哋求其发咗布施心，人哋点睇咪由得佢哋点睇囉。阿叔，咁你即係应承我囉噃。唉，嗱，我陪埋你去布施法会添。咁真係好囉，我哋咁穷都係一次布施嘅机会。咁真係好囉。老爷啊，嗯，今日嘅布施法会已经布置妥当啦，请老爷巡视一下，睇过仲有乜嘢要补充添置噶啦。管家，系今朝你巡过未噶？老爷啊，寻日寻晚我都不断巡视，完全唔敢疏忽噶。不过就就唔知道老爷嘅意思点啫。我都几满意。所有我嘅吩咐都照办啦嘛。系啊，老爷，系啊，一共就有五个部分，嗱，饮食啦、衣服啦、医药啦、杂物啦，同埋金银珠宝。嗯，冇错冇错。咁啲金银珠宝收齐未啊？哦，收齐咯，全部就放好喺中间张台度。不过外边仲有一班要嚟布施嘅人排好队等住入嚟。老爷啊，不如我跟你出去门口睇下啦，好嘛？嗯。啊，老爷啊，你睇下几多人嚟咗啊！真系热闹啦！嗱，嗰边嘅系比丘，呢边排好队嘅系接受布施嘅人，仲有好多善心嘅施主拎住啲金银首饰嚟布施添啊！老爷啊，九公子话佢捐出嚟嗰只绿宝石手镯价值连城，大夫人话。佢条颈链值一块钱，啲珠宝咁值钱，呢次老爷开个布施大会就真系功德无量咯。都系跟佛陀学下嘢咁啦。咦，管家，乜有一队人喺度跳舞嘅？啊，系系，老爷啊，有个老人家带住六个女仔，着晒跳舞衫嚟呢度表演埋。唔知老爷准唔准咧？准！佢哋走江湖卖艺，咁有缘嚟到呢度供奉圣母，我由得佢哋喺度热闹下咯。系系系，嗱，等阵封一包礼金俾佢哋，唔好令人难过啊！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啲人越嚟越多啦，不如请嗰啲大事主入去先啦，好嘛？好好啊！
各位，我哋老爷给孤独长者欢迎各位嚟参加呢个盛会。而家请布施嘅施主跟我由呢边入去先。好啊。其余嘅就请喺外边等一阵。马王爷，好啊，大夫人，七公子，请各位贵宾入去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好啊喂喂喂喂、大叔大婶，而家你哋未入得嚟住，等阵佛陀嚟到主持揭幕同祝福之后啊，你哋先至入嚟接受布施啦。唔该，你哋喺出边等一阵。唔系啊，总管老爷啊，我哋系嚟布施啲物件噶、你唔好误会啊。你哋嚟布施啊？系啊，你系话呢啲物件嚟布施俾人啊？系系啊，我哋系嚟俾啲物件去布施噶。咁系咩物件啊？系金银嗰类啊？系咯系咯，系金银嗰类啊？系啊。睇你哋个样啊，边度有金银拎出嚟布施啊？又都不如置翻件好啲嘅衫着下啦。系咯，你哋两位不如留翻啲金银俾自己用啦。我哋法会已经够晒噶啦。老爷啊，我哋知道你有大把金银珠宝，呢啲少少意思，只系我哋嘅出心啫。系咯，老爷啊，准我嚟参加布施啦，好难得有咁嘅机会噶。好啊，得到极啦！呢次布施大会系公开噶嘛，佛陀话人人都可以发心去布施噶。请两位入嚟啦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老爷，唔该晒。管家，系，我而家企喺呢度。你就埋去睇下佢哋布施啲乜嘢落去，系老爷。佢哋咁穷，唔通都会有金银珠宝嚟布施？如果有就真系奇啦。系三老爷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啊。大公家，大公家，请坐，请坐，随便坐。哇，老爷，我睇到啦，佢哋将啲嘢咧挤咗落去金银珠宝嗰张台度啊，系咩嘢嚟噶？系佢哋啲全家之宝啊？唔系啊，系两个铜钱仔。咩话？是我哋时时用嗰啲铜钱仔，就系日常用嗰啲铜钱仔呀、老爷啊，系啦，咁准唔准佢哋挤嗰两个铜钱仔落去啊？系，啲人哋都拎咗嚟，又挤咗落去咯，点可以唔准人哋参加呢？老爷啊，我哋呢度咁多达官贵人、富翁名流，个个都窃窃私语。认为老爷唔应该俾呢啲穷等人家加入布施，咁同时嗰两个铜钱仔又唔值钱嘅。哎呀，嗰啲有钱人系咁沙尘噶啦。佢哋大家都认为要拎翻起嗰两个铜钱仔。咩话？点解？咁我就唔知点解啊！佢哋净系咁话咋？由得佢啦，唔好讲咁多。中意啦，系咪？佛陀时时都话众生平等，点解唔可以俾人布施得噶？人哋一点心事啊嘛，咁就系嘅咯。好嘈，佛陀嚟啦，佛陀，欢迎你，佛陀，系佛陀，欢迎你，多谢你嚟参加主持法会。给孤独长者，恭喜你，因为你举行了一次空前盛大的布施法会，等大家发心众福，多谢佛陀指导。而家可以开始未呢？可以了，佛陀，请埋嚟呢度同大家讲几句说话，祝福下大家。好，呢度咁多金银珠宝，是不是大家都有份供养布施的？是啊，佛陀，照你的指导，我任得所有发心的人来布施的。好，做得好。
大家安静啲。佛陀主持布施大会开幕。各位善知识，恭喜给孤独长者发心，举办一个咁大型、咁有意义嘅布施法会。又恭喜各位善长人翁赞助，令到法会办得咁有规模，供养品咁丰富。布施是好有意义，布施能够令到欠缺的人得到满足，得到快乐，得到安慰，功德好大。所以布施的人亦同样会得到满足，得到快乐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富裕。佛陀，今日法会有一项特别布施部分，就是将金银珠宝台是由大家集合来参加赞助的。等阵我哋仲有珠宝拍卖，将啲钱嚟布施俾穷人的。好到极啦！善因善果，福有由归。佛陀，这个法会首先是要送一件礼物来供养给佛陀你的。而家金银珠宝都齐集，大家想揀一件最贵重的珠宝送给佛陀，请佛陀接受。好好好，多谢大家供养。三宝是众生福田，善因善果，善因善果。啊，大东家，马王爷，请你哋埋嚟拣一件礼物供养俾佛陀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哈哈，佛陀，喺呢只戒指系最靓噶。得啦，得啦，给孤独长者，你哋唔使拣啦，我就接受呢两个铜钱做供养品啦。吓、啊，呢两个铜钱啊，仔啊，佛陀，呢两个铜钱系赝品嚟。不配你咁高贵嘅身份喎、啊。唔係，呢两个铜钱仔嘅主人係真诚布施。佢哋竭尽心力，惜杀弊富，将全副身家拎晒出嚟。佢哋嘅真诚布施功德好大。我除咗祝福各位事主之外，特别祝福呢两个铜钱仔嘅主人。佛陀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